亿世界电器是今次研究的对象。有什么特别？他们不断推出新东西，开新铺，还加大宣传啊。狂冲紧啫。他出了个会员 App， 除了买东西特别便宜，还三年内随时拎回来 trade in 三成啊。哇，用了三年还值三成？好，跟我去及实亿世界。